我奶奶来了吗？来了，奶奶太厉害了，叫了20多个大姨大婶，都在八大板那个院呢。走。刘磊，你来了，辛苦辛苦。各位大娘大婶儿，啊，这还有大姐大嫂，谢谢大家这么给我十全有面子。全友啊，你客气了，我和你奶奶那是啥关系啊？那可是几十年的好姐妹儿，她招呼我们过来玩，你说我们能不来吗？哟，这不是四奶奶吗？哎呀，刚才没看着您叫差辈儿的。今天啊，我奶奶请大家来，不只是想让大家来这玩，是想请大家来我这农庄好好的体验两天，要是大家觉得高兴，那就天天来，咱们签劳务合同发工资。哦，兄弟，这也没地种还发工资？谁说咱们农村人就非得种地啊？铁匠、木匠、烙粉条，还有咱们这个炖肉的八大叔，不都是咱们农庄的特色吗？啊，今天大家都带着活来的吧？哎，带了带了，你看，太好了。那待会儿啊，大家就各自找个舒服的地方，这么一待，接着干活。有谁想拍照的，就让他们拍；有谁要想跟你们学手艺活，那你们就教他；那再有谁想拿走你们做的活计，那就给他。这就算是一天上班了。从明天起，所有的原材料我们提供。二强子，哎，你待会儿帮我逐个统计一下，大家需要什么，我们准备什么。好，全友。花篮花儿香，我会编花篓，你说行吗？太行了。还有秀他娘绣那个花，那叫一个绝。哎，我带着呢。绣花算啥呀，我还会织布呢，就是那织布机，我搬楼房前劈了烧火了。没关系，再买新的，织布的原材料我们也提供。二强子啊，咱们原先设计的那个织布坊算是派上用场了。对呀、啊、那感情好啊，这不是想玩啥玩啥，还有人给我们发工资吗？外面已经来客人了，虽说只有一位，但是我们得服务到位，让人家满意。这位客人啊特别爱拍照，如果待会儿要跟你们合影的话，可得笑笑。卖烤价钱是不是？您这编的是什么呀？花篓。哦，送您一个花篓吧。哎，不不不，谢谢。鲜花的非常好看。谢谢，我给您拍张照。哎，好。哎，哎，好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您这缝的是啥呀？虎头帽。哦，虎头帽。嗯，给您拍张照，要是怎么样？老虎枕头。哦，虎王，你看。好好，来，我给您拍张照。好好好，好嘞，好嘞，好。哎，好好好。